几个，哇，刚刚还有气球棒，谢谢三位，谢谢。哇，这段表演真的太精彩了，我们太感动了。对呀，然后那个小车就往后走嘛，对呀，哇，那个山坑，那个山坑真是好玩，真是好玩。他一直快要打到摄影师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真的，而且天气冷，大家这样运动一下也很好。对，然后上面是他们三个的小 Q 版。对，我觉得好感动，你知道吗？真的 ，SHE 他们的团队今天为了台中是完全量身定做的秀，所以我们再一次给他们鼓励一下，好吗？谢谢 SHE， 像是演唱会一般的等级。对，我们让他们补个妆，待会跟我们迎接新年的第一秒。但是此刻，哎呦，此刻的心情如何啊？啊？我觉得现在很紧张，因为现在只剩下17分，还有17分钟，就要跨年了，17分就2013年喽。哇，时间过好快哦！来发表一下你心里内心的对激昂，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一年我受到很多人照顾，我首先要谢谢我的粉丝，还有谢谢我爸妈把我们生那么漂亮，而且两位在后台嘛，妈妈在后台，爸爸妈妈在后面，我们知道。你是被穿起吊了啦。阿哥，我觉得重要的事情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就这样这样，我们今天很多长官都来到现场，因为即将要迎接2014年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欢迎大家长们。让我来介绍我们大家长，首先欢迎我们的副市长萧嘉琪先生。欢迎副市长，欢迎副市长，大家好。所有大台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市府团队、议会团队，欢迎欢迎我们台中市府团队、议会团队，劳苦功高的新人，到台前来，欢迎欢迎，来跟大家挥挥手，谢谢。欢迎上台，新竹动物园，我们苏董事长林副总，我们林佩涵议员、沈佑莲议员、陈成天议员，欢迎欢迎，还有我们各局的局长，大家辛苦了，在过去的一年，为了我们台中的能见度发光发热，日以继夜。今天呢，在这重要的时刻，一定要到现场跟所有的市民朋友，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呢，来迎接新的一年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忘记哦，我们今天有三个现场，包括了市政广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在看我们的转播，还有就是胡市长所在的古物现场，来看看胡爱杰，胡爱杰，还有赵树来大哥，交给你了。在高山跟平原。好，我们现在呢看得到，在古关的现场也非常热闹，但他们的温度比我们低很多，好可怜哦。我们今天很温暖呢。我们请市长跟我们讲几句话，让我们暖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显然离开现实太久了，这里比台中还暖和呢。是吗？是吗？真的。好，市长，您给我们讲几句话，打气一下。今天好多人在这里。脱了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啊什么？他叫把外套脱了，要脱衣袖。把外套脱了，嘉哥，把外套脱了。那要脱也是副市长先脱啊，副市长先脱啊。副市长先脱，我们脱，来脱。那就把现场交给市长，跟我们讲几句话。来，掌声有请市长。市长朋友，掌声鼓励。去请市长为我们说几句话。今天晚上有三个现场，一个在洲际棒球场，一个在市政广场，还有一个在古关。这三个地方我都没有想到，最温暖的地方在古关。如果洲际棒球团真的很温暖，黄子佼再脱两件。哎呀，他吓到了，跑去躲了，他躲起来了，躲起来。我去加暖暖包了。现场的人想不想看他脱？不过我们要在这里谢谢所有外地来的艺人参加我们的晚会，当然很多表演的人也是我们台中人。我们希望大台中未来的一年会越来越好。
然后我们也祝每一个人都平安、健康、快乐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当然也要希望大家为我们的社会、为全台湾、为中华民国一起努力。我们一定要像李安在台中拍的电影一样，少年派能够突破困境，走向光明，好不好？台中的发展越来越快，我们有把握每一个未来的年度都会比以前更好。我们谢谢台中市议会非常认真的监督和指教市政，今天到处都是议员，我跑了好几个地方，议员居然也跑到古关来，所以就是议员副使吗？不是，万象更新的吗？表示议员呐、啊，监督市长有一点过分了。对啊，我也谢谢立法委员江启臣先生，就站在这里。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议员，你们那里介绍过了，我要向大台东介绍刘世忠议员。议员好。陈清龙议员，新年快乐。王岳斌议员，朱暖英议员，有没有漏掉谁？好，这边李忠议员。当然了、哦，这个是台中人，今天晚上走古关表演，很久没有出来唱歌的高金素梅委员、哦，所以我们回到周记现场，副市长要不要讲几句话？好，谢谢市长。只剩下10分钟了，时间越来越近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现场洲际棒球场的这个主现场副市长也跟大家讲一句话。好，我们谢谢在古关的市长以及各位贵宾。那我们现场也有纪国栋委员，还有我们主办单位的林副董事长陈建，还有我们佩涵议员、沈佑兰议员。苏董事长、陈成天议员，还有市政府的各单位主管，是那特别感谢大台中的民众，大家一起来庆祝新年的到来。我们相信新的一年大家会心想事成，包括明年能够跟 SHE 大家一起在倒数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各位，祝福大家心想事成，谢谢，谢谢副市长。哇，对对对，我们还是哈，请市长把外套穿好了，要保重身体，因为现在温度真的很低，不要逞强。是是是，副市长你也把外套穿起来。是是是，对对对，我们还有很多市政要忙，还有很多市政要忙，不要这么急哈。江哥，但是你要说，讲话，副市长，那你想看我们焦哥脱掉外套的样子吗？不用啦、啊，哎呦，哎，但是说实在，最辛苦的就是我们女明星了。谢谢你看莎莎手都好冰啊。没关系，我不重要。我也很冰啊。你走回来，我们在古关那里啊，其实看到很多我们的尊敬的前辈。对，市长啊，我们也想看看王梦玲大哥啊，赵树海大哥，您帮我们。对，我们好久没看到他们了。王大哥，跟我们讲几句话吧，王大哥。大哥，我没想到古关来，居然会碰到市长，因为他每一次对我讲的话都是尖酸刻薄，他总是要重提往事，让我都伤心欲绝。可是今天呢，他还是说了一点好话，他没把这监狱两个字讲出来。不过在这边我是开玩笑。
我祝所有大台中的朋友们，大家一样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要请高金素梅讲两句话，好不好？好，高金素梅立委，高金立委，好久不见啦！哇，最美丽的，所有的指教，你好啊 ！Hello， 新年快乐，小米啊！你没有来到古关过哈？没有嘞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他的手软的，好软，一点都不冰。我的手也是暖的。哦，我们这边也会帮忙照顾莎莎的。是手现在很温暖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别硬硬了，我很高兴我回来我的家乡，尤其呢，我现在就站在我们市长的旁边。我跟市长好久没见面了，我们待会要好好的聊一聊。那么我想呢，在古关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来说市长我爱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市长我爱你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气氛还不错，但是莎莎你们一定要到古关来玩哦。好，一定一定，没问题，一定去泡汤，一定拉着莎莎去泡裸汤。对，哎，哦，我怕不好看。没有，我怕副市长也要参加，是不是？警察局长在上面呢。我们这么热情，我们台中，我们应该要回报一些啊。刚刚对，哎，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位地方委员要介绍给各位。对，我们欢迎江立伟老朋友。大家，我也当过新闻局长哎，好久不见，前新闻局长江局长，你好。王子娇很现实啊，你现在又不信任就算了。他们两个现任都不理我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永远记得江局长对我们影视圈的支持。是，江局长要不要也讲几句话？首先啊，欢迎娇娇还有我们所有的艺人到台中来啊，为我们大台中的乡亲带来跨年前的欢乐，谢谢你们好不好？不客气。台中市政府的团队哦，让我们这一次跨年有这么精彩的表演啊，能够在台中，尤其在我们啊高进的故乡古关，真的很难得。刚刚市长说难得看到古关那么多人啊，这个人气肯定比周记的人气还高了，而且温度还高了。我们在跟你签，我们这里有十万人呢，我们这里将近十万人呢。满街都是超过两万人的声音呐、啊，是吗？怎么来可能？江立伟，江局长，好，听到了，听到古关的声音是。但是，现在哈，局长、市长，你们那里两三万人是很强，让你听听我们这里十几万人的声音。是啊，我们一起喊台中我爱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台中我爱你。才两万多的朋友，我们后面大概加起来可能有78320。真的吗？台中朋友，七万多名的朋友，是是是，让我们一起喊：哎呦，台中市加油！预备，起！台中市加油！哦，真的人很多哎，真的，今年办的超成功，今年真的办的好成功哎，真的，不管是我告诉你。哎，我们这里人才多嘞，我们这里外面车子堵得多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们这里有很多贵宾都还没到啊，因为都堵到我塞到台里去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真正呢要让这个现场爆发起来，我只要喊三个字母，让我们再次欢迎 SHE。这招好有用，三个字母就赢了。来，我们请三位呢来跟我们古关的现场市长还有我们几位前辈打声招呼。来，嗨，古关现场的朋友大家好，我们是 SHE。 你们好，市长好，市长好，市长他们要跟你打招呼啊。市长强强，你有听到我吗？强强，强哥啦，强哥啦，想装熟嘛，市长好，市长您看到了吗？我们这里多活泼啊！您要不要呼应一下？他们叫你抢墙啊！真的，我跟你讲 ，SHE 就是强嘛。对啦，对了啦，
穿墙，真是幽默啊！小强最棒了，爱你哦，啾咪！还有两分钟，哇！各位慢慢准备，把旁边的人找好啊！是的，手准备要切好，抱一下。是的，是的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！哎哎，张哥，您这里有 SHE 当然是史上最强女子团体，但是我们有更强的，会唱歌。叫做胡志强市长。哦，市长唱歌，市长唱歌，市长唱歌。啊，要到了，要到了。强强，强强，我教你唱一句，你唱。强唱什么歌呢？唱爱表姐呀，唱一句就好了。爱表姐呀，唱一句，一二三。爱表姐可以呀、啊，一、二、三。爱表阿姐，哎呀！好可爱哦、喔！小强好乖哦，好好控制哦、喔。哎，小强，来当我们师弟啦！真的，小强听你们的话哟。那就你的爸爸啦。谢谢。是，谢谢市长，好可爱。是的，就是这样的温暖的气氛，我们台中呢成为台湾非常受注目的城市。我们这里重视艺术，重视文创，重视电影，更重视大家生活品质。我们要再次谢谢市长，辛苦啦！辛苦了。好，各位市长的朋友，还有上距离2013年只剩。团队们，还有谢谢我们的副市长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，也再次谢谢 SHE， 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来了，哎，是二零一三。
三年嘞。我们要不要许个愿？许个愿啊！好，你许啊，你许啊。好，哎，我要许出上面许过跨年花。奇怪，不是说讲好一跨年你就要抱我们两个吗？你跑哪里去？我有抱他。我们有抱。那我们有抱他。新年快乐！放下，放下。好了好了，哇，太开心了哈！对呀，新的一年呢，我们现在持续的啊，在为大家直播的就是我们台中的跨年晚会。是是，哇，稍微要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太亢奋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各地都在放烟火。哎，对对，哇，好漂亮哦！这台中的朋友多热情啊！你看，好放烟火，这是私人放。大家也别走那么快哈，我们还有压轴的演出。对呀，还有一拖，亚美亚美亚美，等等等等，我们还有一位大明星哦。大家都跟我们一起留到最后嘛，啊，我们大家的承诺。更重要的是，今天这么多精彩，包括待会这个呢也是 super star。对啊，还有好多大家都朗朗上口的歌曲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大家留步一下，留步一下哈，留步一下哈，谢谢谢谢。刚起来打给，刚起来打给哈。到12:30的时候，莎莎就会把上衣脱掉了哈，请大家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到12:30的时候，他们两位就会把粉红色的小裤脱掉了。哎，别快，现在现在。好怕一拖他们就会走更快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对，你说你一拖大家走更快是吧？对。那散场的时候你再拖好了，所以放我们比较好疏散，疏散人潮。对，一拖大家就绕跑。晚一点回家的时候，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啊。是的，是的，真的很感谢大家陪我们到最后哈。但我们还有一个表演哦，这是压轴中的压轴，所以请大家稍微等一下哦，喘口气哈，喘口气。马上就开始了，跟彼此啊、旁边的亲朋好友啊，互相啊互道一下新年快乐。对，或者看到旁边的正妹跟帅哥啊。有空支持我的新节目就是爱乱玩，好不好？好，礼拜六日晚上8点，对，一定要定格定格牌，因为那手机都很晃，你知道吗？是是是。可以吗，先生？好，是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旁边付钱啊，哈。对对，喂，还要付钱呢？你要付钱给他了，哦。好，哎，这边有在拍的，拍两张，耶。这边有。哎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不要。耶耶耶，好，谢谢哈，花，谢谢哦，你们大家都好热情，谢谢谢谢。谢谢。我们这个台视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好辛苦。待会儿要继续拿出你们热情啊。对的，是的，好，我们马上准备回现场了，把你们的热情撑到最后哈，让我们全台湾的朋友看到我们台中是多么充满希望、充满爱的一个城市。对，充满。你看，尤其我们今天呢，真的很辛苦，三个主持人，你看莎莎窗帘都穿来了哈。哎，这是蕾丝。哦，蕾丝哦，性感的蕾丝。哦，是蕾丝窗帘的，很厉害哈。要回来了，好，准备。尖叫声！欢迎回到台视转播现场。第一个表演当然要很震撼、很精彩、很摇滚、很有活力，要很热情。对，在这个12:05的时刻，我们要让巨星登场，带动气氛，我们就会有开心热闹的一面。